大家好，我是张鑫，过年快到了，今天又来介绍一个家常年菜。不过这个年菜啊，是属于我们北方人家里面都会吃的这道菜，它的名字叫做萝卜丸子。有的家里面做荤的，有的家里面做素的，不过大部分的家庭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这一盘。这一盘萝卜丸子大概在什么时候吃呢？我回我河南老家的时候，我们老家的人都跟我这么说，也就是在大年三十还有初一的中午，一定要炸这一盆，不是一盘哦，一盆这个萝卜丸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除夕的晚上还初一的晚上都要吃大鱼大肉，中午的时候就是要吃个热汤，做个大烩菜，暖暖肚子就好了，要留一点肚子晚上吃大餐。而中午这个大烩菜里面一个重头戏就是这个萝卜丸子，刚炸上来的时候，即使你不喜欢吃萝卜，嘿，你也会抓着一颗接一颗，一口接一口，把它吃了个干干净净。而吃不完的萝卜丸子就通通放到那个大烩菜里面一起煮，一起煮碗热汤喝下去，嘿，真的开心又愉快。而且吃这个萝卜丸子，它在过年的时候也是有点喜庆的意味，老婆代表什么意思？团团圆圆，还有财源滚滚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做了这个萝卜丸子吃下去之后，保证明年团团圆圆，是财源滚滚。老婆，这个萝卜丸子时间交给你，上。大家好，是玉如姐。现在萝卜真的超级便宜的，这个萝卜呢，我们先把它处理一下，先来刨丝。这萝卜它真的很厚，它的皮啦很厚，白萝卜。对，所以我都是用这个啊，你看皮这么厚，嗯。直接这样子把它皮削下来。其实我之前也做过好多次的萝卜，但是我都是做素的萝卜丸。那肉的萝卜丸其实比较好做，今天我们来做肉的啊。红萝卜的皮比较薄，我就用刨刀对把皮去掉。最近我们家常吃红萝卜，好吃哎、欸。嗯，什么？以前不吃，现在变好吃？可能我属猪的快变属兔子了。现在我们准备来刨丝，白萝卜就是一条白萝卜，那红萝卜我们用一半就好了。对、嗯，那我们就这样子直接把它切成丝，你要用刀子切也可以。嗯，那我觉得用这个是比较快的。老婆，你戴什么手套？这个是防割手套。嗯，这种手套，我觉得你在厨房要有一双这种手套，尤其是你在刨丝的时候啊，你看像我们这个已经刨到剩一点点了，对不 对？你看它这样子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对耶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多安全、嗯！这个在网络上就有卖，大家可以去找。不然我自己在刨丝都很担心刨完变成血萝卜。没有戏，那就不说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切一些葱花。这个葱花要切细一点，不要太大颗哈。对，才十分钟而已，你看出这么多水，这个水啊，它就会很苦苦涩。那我们把这水分大约挤一下，也不用挤得太过干，就带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还是太长哦，我们就要稍微把它改道一下。不然老人家吃啊，就一条长长的丝拖在那边。我们就这样子稍微切一下，把它切短一点，这样比较贴心一些。现在来处理肉馅，这个是猪脚肉，嗯，这个猪脚肉是一斤的猪脚肉，那我请他帮我再搅了一些肥的在里面，因为我觉得加了一些肥油会比较好吃。对。然后呢，里面我们加一颗鸡蛋。鸡蛋除了营养之外，它可以帮助这个肉丸子凝结。这边是姜泥，姜泥加一些，因为萝卜丝啊，萝卜它比较寒一点，加一点那个姜泥。再来我们就下调味料，调味料这个是盐，再来给它一点点的味精，味精提些胡椒粉，提个味儿。对，然后再来给它一些蚝油。添加一点海味，对，你先用的，对，蚝油好像已经快用完了，历经记得嘞、啊，对，虽然很贵，但是也用蛮久的，用很久，对对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点点的米酒，米酒也是去腥增香，打点水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。哎，老婆，绞肉有没有选哪个地方的肉比较好？其实如果买绞肉啊，像我今天去猪肉摊买肉的时候，我就问老板说：“老板，你这里头这些肉哪一块肉最便宜？”那他就跟我讲那个夹心肉，夹心肉一斤是130块，对，那是最便宜的。我说：“那你就帮我这个，我要一斤。”然后他就帮我搅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那你再帮我搅一些肥油在里面，肥油老板都会送，然后再搅进去，所以搅一搅其实是一斤多。嗯”那我觉得，因为搅成碎的，我觉得你搅哪一个部位，我觉得没有差。你买很贵的来搅，它也是搅碎。最重要其实是肥肉跟那个瘦肉的比例。如果你
肥油太少，我觉得不好吃，就是太柴了。那做这个要 是中角还是细角？细角，这个我们在包水饺或者是做这个肉丸子都是细角。你看就这样打着打着，这要花点时间力气啊。对，你不要用筷子哦，就是用手，用五爪最好用。对，好，这样子五爪进来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香油先进来。哎、肉馅啊，香油的量一定要够。对。香油真的是画龙点睛，香油一进来味道完全不一样。两个东西，你可以闻一下，第一个是盐分够不够，盐分够了肉就香。对。第二个再香油一点，整个味道就出来了。对，超香。嗯、然后接着呢，我们把刚才的这个萝卜给它进来。这样下去就一大盆了，很多哎、欸。其实这个你一次多炸一些，那你没有吃完的，你都放冰冻库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，不管是煮泡面啊，或者是煮火锅、啊，或者是煮火锅。而且我觉得它其实有点类似像那个狮子头，只是它是小的狮子头，而且里面有蔬菜。我们河南老家有的时候炸椒丸子，然后四川有炸川丸子，就是肉的比例不同而已。过年的时候就是加点萝卜，对身体又好。葱也加进来，大家刚刚有看到我加了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这个丸子非常的营养丰富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要加一些粉，把这些东西，其实肉馅它基本上它是会粘在一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它口感好一点。我用的这个是面包粉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面包粉，对，啊，那像我们北方老家、山东老家，很多是用馒头打成碎，对对对，打成屑，吃剩下来的干馒头啊，硬掉了就把它搓一搓、打一打，通通弄进来就对了。对，我加面包粉也不错，吃起来也是酥酥脆脆的。对，它就会多一个脆脆的口感。嗯、这个加多加少都可以。对，看个人。其实我很怕吃外面卖的丸子，哎、嗯，外面卖的那个什么狮子头啊，市场是会卖，但一颗一颗好像蛮贵的，但是。它里头粉超多的，就是你一吃你就觉得整个在吃那个粉的感觉。对，好，这个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捏成小圆球。嗯，准备上锅嘞。对，你看我拿一些起来，先摆在这盘子上，先拿去微波，微波差不多20秒，等一下可以先试一下味道，如果咸度不够还来得及补救。用这个调羹舀一点肉。我们做的那个丸子是比较小的，其实要大要小都可以。然后你看这样子，小的比较容易熟，一口一颗。有没有觉得超疗愈的？很多有些人他是边炸然后边做，但是我觉得那样真的很容易手忙脚乱，尤其旁边一锅油锅。哎呀，那个要技术好的。对，那个应该是专业做生意用的。我们的话自己先把它揉好，等一下再炸。我回老家是有一堆妯娌在那边边聊边揉边做。对对对，那就可以。一边拌，然后一堆人聊，然后一堆一个人炸，然后一个人在那一直。放一直放，你看超可爱，真的、啊，这挺好玩的。不录了，我也要来弄。先烧一个热油啊、哦，你这样看筷子，这个泡泡很快就起来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你也可以随便丢一个东西，你看这样很快就飘起来了。对，就代表这个油温已经是中油温了。嗯，我现在先把火稍微把它转小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要下这个丸子。转小放下去，油温会下降、欸。对，因为这个丸子很大一个，我们现在火太大的话，它会外面是焦了，然后里面还没熟。对，那我们就先让这个贴着锅边，好让它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先揉好了，我们现在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就是不要跟那个空投炸弹一样，从上面炸下去会喷的乱七八糟。对，就越大的东西火就越不能大。让它慢慢有点类似泡熟的，那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做二次油炸，让它脱油。嗯，现在稍微油炸了一下，现在才来推它。那现在大家这样子看，哦，蛮漂亮的、啊。对对对。然后火稍微开大一点了、啊。大概就是中火，现在是中火。哎呀，中火。好，对呀、啊，炸一下。炸一下，这很疗愈的哦。对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好，现在稍微炸了一下，我们先把它捞起来。哎呀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哈。这个我们等一下还要做二次油炸。远远看有点像芋头丸子。对，你现在看它颜色淡淡的，因为还要二次油炸。再来就是它等一下颜色还会变得更深。你摆着摆着，后熟它也会变黄一点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先炸下一批。好，现在第二批也已经炸起来了。嗯，漂亮。漂亮哈。对。好，这个炸好的我们都先放旁边，然后。大家看这下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渣渣，对，好，这个渣渣我们这时候就用这个
性格帝王把它滤掉，对，不然它会粘在下一批的皮上。对对对，把它弄干净。现在我把油温又拉高，刚才里面因为有很多水汽，所以它会有这样啵啵啵啵。现在你已经看不到小气泡了，把水都烧掉。对，就代表它现在油温已经蛮高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都已经排好来，嗯，直接这样子二次油炸，这个让它炸一下下，很快哦，这个。这个它里面就不会含一堆的油。我刚刚第一次炸完的时候，你可以拿一颗比较大的丸子啊，对，把它拆开来看看到底熟了没。如果没熟的话，那第二次就要炸久一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已经好了。所以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这个萝卜丸子一上桌，嘿，年味就来啦，闻起来焦香焦香的，幸福感十足。咱们赶紧来尝看看，先来掰一颗看一下。你看，小小小巧玲珑的，红红的胡萝卜在上面也有一点喜气，是刚好熟，有没有？嗯 ，Q 弹 Q 弹的，油油嫩嫩，多漂亮。哦，香哎，油香油香，嗯，好吃。嗯，哎，这还真的可以当零嘴哈，啊，走经过抓一颗当零食吃，过年的时候就不止一颗，小时候就是左手一颗，右手一颗，心里不如就吃光。嗯，不过我自己吃的还是沾点这个更喜气，番茄酱，番茄酱。嗯，好吃，你看你胡萝卜根本吃不出胡萝卜味。对。因为我们老家为什么要吃这个，他说因为大年初一啊到初五就是不要太劳动，所以炸一些这个提前先炸好，然后那几天就可以不用做菜。所以这玩意儿真的可以提前炸好，嗯，就给它放在冰冻库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做工虽然有一些繁杂，它需要炸个几次，但炸起来一大盆，全家老小吃了个开开心心愉愉快快，多的还可以冰在冰冻库，一次多做一点，保证吃的光光清洁溜溜。张新漫谈天天都有心事，今天分享个这个萝卜丸子，祝大家过年的时候财源滚滚，圆圆满满，而且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